好啦，继续翻嚟啦，我哋去到咧六章十五至十七节嘅呢度就讲到咧万民受报。好啦，我哋睇咗先啦。看啊，耶和华必喺火中降临，佢嘅车辘好似旋风，以烈怒咧施行报应，以火焰咧施行责罚。因为耶和华喺一切有血气嘅人身上，必以火同刀施行审判，被耶和华所杀嘅必多。咁啊，嗰啲分别为圣、洁净自己嘅，进入园内同喺其中一个人嘅后头吃猪肉同仓鼠嘅，并可憎之物，佢哋必一同灭绝。呢个系耶和华讲嘅。神嘅子民落将会落上加落，荣上加荣，但系万民呢就受到审判。作者以看拿同埋因为作呢个首词。要记神审判的活动即将开始，神将烈怒倾盆射下，就好像烈焰旋风，万民尽都灾殃，连神的子民的热民亦都不例外。他们自称为分裂为圣、洁净自己人，却还是拜偶像的人的礼仪，大概都是自以为是，亦都靠这个来迷惑他人，先进入拜偶像的圈里面，当中的领袖亦都肆意吃律法禁戒的食物，反映出他们是目中无神、肆无忌惮，至终就被神灭绝的。好了，那跟着下去呢，我们就会看第十八节至到第二十一节的。我们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，时候将到，我必将万民万族聚离看见我的荣耀，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，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，就是道他斯、普勒、拉公的路德和土巴、雅元，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、没有看见我荣耀的辽远的海岛，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之中。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当中送回，令到他们或者是骑马的，或者坐车、坐轿、骑驴、骑独风驼，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，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。这个是耶和华讲的。耶和华就说了，我亦都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、为利未人。神知万民的行为和意念，所以他的审判至为公义。如今万国受审判的时候已到了，他将万民招来受审判，这个是神彰显自己荣耀的时候。神将会显神迹，是万国受审判的神迹，是令到世人信服的。在这次的审判的劫后余生者呢，神将打发他们至那些未曾听闻神的名的国家去，令到他们向这些国家做见证，他们是旧约里面向万民传福音的门徒。他们前往他斯，即是现在的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。普勒呢，即叫这个叫弗人，跟这个善射著名路德，即是北非的人，土巴欧洲的哥克索人，雅元即希腊，同埋遥远的海岛，即是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。这个时候呢，在这些外邦国里面，因为这些人的见证，就好像末世里面有这个144,000人的见证人样，他们将会就会将犹太人送回去，又善待他们作为贡献给神的神圣祭物，表示他们也都承认以色列的神为他们的神。在这些归回的人当中，有很多都是祭司的后裔，就是在当中挑选合适的人为侍奉神的祭司和利未人。这个暗示圣殿是已经复建，表示外邦人也都因为神的子民的缘故蒙恩，而在历史上面还未全部应验的。归回时代就有部分和片面的应验，但是全面的应验呢，还是要等待将来的。好了，
咁啊，跟住咧就第22至24節就講呢個選民長存嘅。耶和華就話啦：我要做新嘅新天新地，點樣喺我面前長存？你哋嘅後裔同你哋嘅名字亦都必照樣長存。每逢月朔、安息日，凡有血氣嘅，必嚟喺我面前下拜。呢個係耶和華講嘅。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，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，他们的火是不灭的，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。在传书结束的时候，先知以神的创造新天新地的伟举作为例子。正如神的新创造是永远的，神的子民这个民族也都将永远长存，这个是对上民神的子民归回最大的保证。而在这个新时代亦都称为新天新地的里面呢，实际是微赛亚国的延伸。因为微赛亚国正是这个永远国度的前驱，亦都算为一体了。就好像逾越节算为无教节的一部分。神的子民的宗教节日如常的举行，万民呢都是齐心敬拜神。而不信神的人呢，这个时候必受神永远的审判。耶稣也引用这一节来预告恶人的归宿，而传书就在新天新地的欢颂当中仍压然休止了。在恶人的咒诅里面就是划分界限，令到人产生敬畏神的心，默然等候神的应许成就。对不信的人来说是一个警醒，愿到他们悔悟转向以色列的圣者，创造天地的真神。好啦，咁啊呢一段咧就讲到呢度先，之后咧仲会讲呢个以赛亚书六章呢个部分嘅讲解嘅。好，咁啊讲到呢先啦。